我朋友他马上就来了，他这是去银行提钱，应该很快就来了。哎，这银行都已经下班了，你还糊弄我们？哎，等一下，哎，佳东，哎，发生什么了？如意，佳东，你怎么受伤流血了呢？如意，实在对不起，我今天在去银行的路上，因为我着急，所以车又开得太快，不小心。 我就出了车祸，当时我就昏过去了，醒来的时候发现早就过了银行下班的时间，所以实在是对不起。佳东，没事没事，你为了我出车祸受伤了，你快到医院去吧，让医生看看怎么样啊，快去吧，快去。可是你这里……没事没事，你快去吧，快去吧，如意。 要不这样，明天我一定把钱给你送过来，好吗？好。哎，不行，晚了。说好了，银行下班之前把该还的钱都还上，就是，不然就拿他们家的房产做抵押。喂，你们不能这样，走，你们不能这样，干什么呀？别动啊！走，现在就到你们家拿房地契去，我们今天就把这笔债给了了。走。 你们不能这样，我告诉你，你再过来一下，我打断你的狗腿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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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
放羊的孩子呢，就大声喊着：“狼来了，狼来了！”结果你猜怎么着？就没有一个人相信他。这故事呢，就告诉我们，做小孩呢，就绝对不能撒谎。惠慈，你，惠慈，惠慈，睡着了。
我得赶在他们前头。哎呦，哎呦，我得快点，累死我了。妈，啊，累死我了。妈，啊，哎呀，长生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啊，我从医院把惠子送回家。您呢？您来这儿做什么？怎么跑得气喘吁吁的？啊，我是跑着过来的，我得看看林家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没有。啊？你来抢搬林家值钱的东西？哎，我得赶在那些讨债人的前头，哎呦，否则就迟了。迟了？这什么迟了？什么讨债人？你把话说清楚嘛。还有啊，你拿人家蒸笼做什么？啊，哦，对，儿子还是你聪明啊，这东西不值钱，我拿这个东西干嘛？我们到里面去，里面有啊。妈，哎呀，我说迟了吧，哎呦，我说迟了吧，你干，哎呦，你们干什么？你们拽着林如意做什么？放开他，放手啊！长生，你放手啊！哎呀，长生，你干什么呀？你，哎呀，长生哥，你们别管我了，你们快离开这儿吧，他们是来跟我要高利债的。哎，要债的不能这么对人呢啊！放开林如意，我告诉你们，只要有我在，是谁都不许这么对的。哎呀，长生，你别管他，没你的事儿。放开他！走开！啊，干什么？放他！别动他！哎，我是伤害我儿子！滚开！妈，快走，快走啊！走开！你什么你？你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呦，打打了！放开林如意！是来求气的。我跟你说，这可是文祥生前欠下的高利债，也是文祥跟他们签的抵押契约书。今天他们到林家来是用房产做抵债的，你呀什么都别管了啊，你跟妈回去，走，跟妈回家去，什么都别管了，走啊，跟妈回去。你们听着，嗯，他们林家所欠的债都由我陆长生承担。长生哥，你当我们家是开钱庄的，你去帮他们还债，我看你真的是疯了，你哪有钱去替他们还债呀？欠债还钱，林文祥之前所欠的所有高利债由我一个人承担，你们不就图个高利息吗？我按期摊给你们本金跟利息就是，以后你们不准再找林如意麻烦。行，我乔三儿最欣赏仗义之人啊，今天我就给你这个面子。长生哥，谢谢你，我谢谢你对我们家的情谊，但是我说什么也不能让你承担我们林家的债务，说什么都不能。对，说什么也不能。我们今儿来啊，是要房地，不是要钱，明白吗？是按照林文祥生前签订的抵押权设定契约书，到时间要是还不上钱，林家的这个房产那可就是我的了啊。你干什么你？你呀，也只要喊喊嗓子，知道吗？表示一下仗义就行了，就是，也就不需要你带他们还钱了。你，哎，你
就把房契交出来吧。啊，我呢也不是不通情理，我再给你们多一天时间，让你们准备搬迁。啊，给我听好了，明天日落之前，你们全家都得搬出这个屋子。明天？对，就明天。都听明白了？嗯，走。打打打！妈妈。哎，老三。那我们的店铺租约也就到今天为止了，反正你们又付不出租金和押金，哎呀，再租下去也就没意思了，你说是吧？啊，妈，段姨说的对，现在我们付不出租金，也交不出押金，当然就没有道理再继续租下去。就照段姨的意思吧，高店铺的店租约就到今天为止，临济高店铺从今天开始歇业吧。如意，哎呀，长生，我跟你讲啊，以后你不许再到这儿来了，跟妈回去，走，走了，跟我回去。走了，回去了，走走走，走呀，快点！你，哎呀！哎，长生，长生，哎呀，你等等妈呀，长生，长生，妈妈，以后我们该怎么办？这钱是一位善心的富翁指明专门捐助你们的善款，收下吧。不，我不能收。哎呀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拿着。这是哪位大富翁这么善心啊？请问这位大富翁他是？这位善心的富翁是为善不欲人知，积德从不留名，所以说啊，我就不便透露他的姓名了。都说屋漏又遭连夜雨，我们家就连房子都快没了，
我，一切都怪我，怎么能怪你呢？是文祥向别人借债，也是文祥把债权抵押输给了别人，现在别人来要债，你能有什么办法？要怪也只能怪文祥糊涂，怎么能怪你呢？是我不行，是我不行，才会给我们家带来这么多的苦难。不，如意，我不行。不，你孝顺贤淑，勤劳爱家，是妈的好女儿好媳妇，也是两个孩子的好妈妈，惠慈和念祖更是乖巧懂事的好孩子。如意啊，房子没了没关系，只要人平安就好。妈现在只求念祖快点醒过来，能够健健康康的。我们一家人还能相守在一起，我们一起努力，一起打拼。我相信不久以后啊，我们还能买下一户新房子的啊。可是妈，段姨她不愿再把店铺租给我们了。那我们就另外找一间店铺。我们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。有啊，你看，老天爷疼惜我们，这是一位好心人，一位大善人，托医院的洪院长给咱们的钱，够咱们先租一户房子和一间店铺的了。妈，你知道妈在北郊有位相识多年的老姐妹，阿芬姨。是啊，她现在跟两个孩子都到外地去工作，空了两间房子，我们啊向她承租。我现在就去找他。妈，如意啊，如果他答应，我们明天就搬过去。燕祖站，你先替妈一会儿，妈快去快回啊。我是借尸修来的福分，让我有个这么好的母亲，这么好的婆婆。回来就变成哑巴了。长生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听见没有啊？啊？哎，你说这如意家一有困难，你怎么比他还要难过？我当然难过了，我想哥走了以后，由于他们生活过得本来就很苦，可现在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，我却什么忙也帮不上。我答应过文祥哥，
要照顾如意家人，可现在我没有，我真是没有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当我们家是开钱庄的，他一有困难你就拍胸脯说负责，你说你拿什么来负责？长生，我跟你说，你可别动我这里的念头。妈，我磨好了。哎，长生，你去哪儿啊？我找阿凯，请他帮我做保，我自己到钱庄借钱，帮助林家去。啊！你向钱庄借钱，你拿什么来还？哎，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你向钱庄借钱，你拿什么来还呢？我到外头多接一份工嘛，就算到码头当搬运工也成。我靠我自己劳力多攒一份钱还给钱庄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知道向钱庄借钱利息有多高吗？妈，我真的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我得赶紧筹一笔钱帮林家找个安身之所才可以啊。哎，妈，您千万别跟来啊，这是我自己的事啊。等一下，我借给你了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我是说你要借钱我借给你，与其你去找钱庄借钱，还不如我借给你。你借给我？是，不过你得按照钱庄的利息计算，一分不少的给我。哎，与其让钱庄赚你的利息钱，还不如我来赚呢，这就叫肥水不落他人田。真的？不得已的。谢谢妈，谢谢，谢谢妈。你先别谢我，我还有附带条件的。您说什么条件？您说吧。第一，我已经和一位詹先生打了合约，答应将店铺以双倍的租金租给他了。何况这违约的先是林家，这于情于理呢，你都不能再要求我把店铺续租给林家了。那，好吧，那就只好请林家另外再找个店铺了。哼，第二，你得找个人为你做保。做保？妈，您是说？你向钱庄借钱需要找人做保，那我借钱给你也要找一个人做保是吧？哎呀，再说了，你万一以后要是还钱还不出，我找谁要钱去？啊？好吧，那妈您希望找个什么样人来做保呢？那当然是妈信得过的喽。信得过的，要信得过的。那这样子，也只能找我妈来做保了。行。什么？嗯？你妈？那不是我妈。哎呀！您只信得过自己不是吗？哎，长生啊，你想耍赖啊？哦，妈借给你钱，你还让妈来做保，没道理吗？那我找阿凯成吗？阿凯？阿凯，我倒是蛮信得过的。好，那我去找他了啊。行。哎，至少这小子以后不会因为还不出债而吃上官司。你要知道妈对你的一片苦心呐。阿凯，哎，陈生，哎，怎么了？哎，林肯回来了。我呀也是刚刚回来，这两天哎老友留夜，盛情难却啊。没瞧见你人，娇娇可担心了呢。真的？娇娇她那么关心我啊？谁关心你啊？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哎，你不是相亲去了吗？为什么这么久没回来？哦，是不是没有人看得上你，没脸回来啦？啊？我没看见吗？啊？我现在可是很帅的啊！看没看见这件西服啊？你们知道这是谁送给我的吗？我未来的老丈母娘，看见了吗？上等的西服，上等的皮鞋，很亮很亮的，都是名牌儿，很帅吧？哎，未来的老丈母娘。对啊，我不是跟人相亲去了吗？人家当场就相中了我，而且当场就决定给我定下这门婚事。所以呢，我那个未来的老丈母娘非
非要送我这套西服和这双皮鞋？鬼才信呢，会有女人看上你？哼，鬼才相信。哼，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还是你最了解我啦。我呀，其实是在跟你们开玩笑呢。我其实是去会一位老朋友，跟他叙叙旧。然后呢，他呀，看我穿得很寒酸，就送了我这套西服。哎，你看还可以吧？啊，又在吹牛皮。啊，你会有这么阔气的朋友，才怪呢。我看你呀，八成是去了赌场，哼，赌了两日一夜，赢了一点钱，到当铺去买了这身衣服，回来充货呢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你说的对，你最聪明了，你说什么都对，好了吧？哦，对了，娇娇，你从医院过来的吧？念祖的情况可有好些？念祖他？念祖？念祖他怎么了？念祖，你要快点醒过来，你要快点醒过来啊！全家人都在等你呢，念祖。文祥哥，你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，你能不能帮帮念祖，让他快点醒过来？念祖，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你叫我怎么跟妈交代啊？我跟妈交代，文祥哥，你听到了没有啊？文祥哥，你听到没有？文祥哥，文祥哥，妈，妈妈。妈妈，念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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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终于醒了，念祖，念祖，念祖，你终于醒了，念祖，念祖，妈。我现在在哪里？念祖，这里是医院，没事的，哦，没事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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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别怕。妈，我肚子好饿，我想吃一点腊肉。想吃腊肉啊？好，妈，妈，这就到凯哥的面馆，帮你拿一碗烧腊肉回来。啊，等着，等着啊。嗯，好，妈这就去。啊，哎呦，不行啊，妈得问一下医生，看你到底能不能吃腊肉。啊，你才刚醒，妈问一下医生，看你能不能吃腊肉，再帮你拿回来。啊，等着。妈马上回来啊。院长，我儿子现在情况怎么样啊？他情况怎么样啊，院长？啊，恭喜恭喜你啊，你儿子已经没事了。谢谢院长，谢谢谢谢谢谢，不客气不客气，谢谢院长，应该的应该的，谢谢你救了我儿子，谢谢。
你儿子他福大命大造化大，这孩子。如意，妈，妈，你怎么没在念祖身边？他怎么了？念祖没事，念祖没事，他没事了。嗯，是的，是。恭喜你，恭喜你们，谢谢，这孩子完全醒过来了，没事了。是啊，谢天谢地，念祖他醒了，念祖他醒了，是真的，是真的，念祖真的醒了，而且念祖他还说要吃腊肉呢。吃腊肉。嗯，好，好，好啊，醒了就好。醒了就好啊。文祥哥，孩子没事了，念祖没事了，我知道你一定跟我们一样高兴，对吧？你得继续保佑我们的孩子，让他们平安的长大。我那婶婶也真是的，借钱给自己的亲生儿子，还非要找个什么人做担保，哎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，望天下之大唐，真是让人给笑死了。其实话又说回来了，还是你的婶婶聪明，她呀本来是应该付给钱庄的利息，这回呢却都放回到自己口袋里边了，这就叫肥水不流他人田。我妈也是这么说的。而且啊，这回有了保人了，他也不怕收不回这笔放款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你婶婶担心长生啊，万一没钱还给钱庄，他会被钱庄送去法办。其实啊，是你婶婶一直关心他自己的儿子，只不过呢，嘴上不说出来罢了。原来我妈是这样为我设想的。我原本以为她只是贪财，不可理喻。照你这么说，我婶婶似乎也没有那么可恶。哎呀，是啊，你婶婶啊，打年轻呢就守寡，独立抚养长生，这么多年孤儿寡母的也没有半点外援，把长生抚养成人，又将陆家的产业呢牢牢地固守着，真是不容易呀。秋段如果不是一个薄情重利的守财奴，或许陆家早就垮了。哎，他与长生呢，早就沦落在街头行乞了，这也说不定啊。所以说，你的婶婶虽然有时让人气得咬牙，但是啊，我想她肯定有她不得已的地方。我相信心底深处的她不是真的那么薄情重利的，真正的她应该也有其善良的一面的。谢谢你为我母亲美言，谢谢凯哥。哎呀，你谢什么谢啊，我呀也是乱说的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长生，到时候啊可千万别让你母亲拿着这张保单来找我啊，否则啊，我想我肯定会指着他的鼻子把他大骂一顿的。不会的，我跟我妈借钱，我一定会自个儿还清，绝对不会让我妈找上你的。哎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陈姨，这是陈姨，这钱您留着，先救急，先把念祖医药费给缴了，然后剩下的钱呢，我帮你算了一下，您呢就先找一户合适的房子，把一家大小都给安顿下来，再来呢，你们找一个合适店铺，让糕点铺呢异地开张啊。长生啊，谢谢你。我已经跟北郊的一位老姐妹说好了，先租下她的房子住下来，定金我已经交了，我们明天就搬家。什么？你们要搬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啊？
那以后你们没事的，搬过去虽然苦一点，但是我和如意同心协力，日子还是过得下去的。我知道你舍不得我们，不是，陈怡，你们可不可以不要离开？我就是怕。我们已经决定了，明天一早就搬过去。以后你要自己多保重啊。那好吧，我明儿一早就过来帮你们搬家。好，谢谢，谢谢你。你谢什么你？打从我懂事以来，你就一直把我当亲生儿子一样看待，我心里头也一直把你当成亲生的母亲一样。我想哥跟我情同兄弟，惠慈念祖。就如同我自己的孩子一样。现如今文香哥不在，我为你们尽一点心，尽一点薄力，难道就不应该吗？这是理所当然，情所该然，我应当的，我应该的。长生啊，这个世上怎么会有你这么好的人啊？那是因为这世上有您这么好的人。少爷少奶奶早。早。少爷早。少奶奶早。早。老爷早。老爷早。早。詹总管早。爸爸早。啊，早。早。啊，林如意，你们都起得挺早啊。哎，走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这，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爸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小芬，拿去丢了它，快点啊，别抓蚂蚁。知道了。老爷，对不起，实在是对不起啊。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你看，是，我太粗心了。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爸，您真的没事啊？没事。小丽，哎，重新换张餐布，赶紧再帮老爷拿杯牛奶。哎，是。等等。我看这样吧，我们上街吃烧饼豆浆怎么样？好啊，好久没吃豆浆烧饼了。吃完以后啊，我们顺道一块儿到布庄去啊，你就留在布庄学习打理生意啊。好，老爷，对不起啊。走吧。哎，没关系啊。老爷走。老爷慢走。慢走。少爷少奶奶慢走。赶紧把东西给撤了。是，詹总管。小心点。
去啊。知道。刘爷爷，刘爷爷，惠慈，哎呀，孩子是谁呀？我也不知道。哎呀，惠慈啊，刘爷爷可想你了。嗯，我也是，我也想刘爷爷。对了，上次你弟弟后来找到了没有？他没什么事吧？谢谢刘爷爷的关心，他没事了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啊。嗯，你是特地来找刘爷爷的？特地来拿糕饼给您吃的。哦，上回刘爷爷买下了我全部的糕饼，全分给了部庄内的伙计们吃，自己一块都没有吃。哎呀，刘爷爷，我们家以后再也不卖糕饼了。啊，是吗？我们要搬家了。哦，今天我带糕饼来给刘爷爷吃，绝对不收您的钱。以后，我可能再也不能来看刘爷爷了。我希望刘爷爷能保重身体，长命百岁。惠慈，惠慈，惠慈！爸，那孩子是谁呀？他叫惠慈。我今天是第二次见到他，我觉得好像是我的亲生骨肉离我而去了。像自己的亲孙女离我而去。爸，你应该是喜欢这孩子，所以才会这么不舍，是不是？是喜欢的。我多么希望我自己也能有这么一个聪慧乖巧的孙女儿。爸，一定会的，以后和志清啊一定给你生好几个这么可爱的孙女儿，还有可爱的孙子。这块糕饼不假呀，这是一个小女孩对我这个老人信守的承诺。怎么了，爸？是啊，你怎么了？这款糕饼是一件至善至苦的滋味，我一辈子忘不了，一辈子忘不了。一辈子忘不了，永远也忘不了。这跟当年那位恩人送给我们夫妻吃的糕饼味道一模一样。惠慈，赶快把惠慈找回来，赶快把惠慈找回来。这一定是他，一定是他。做着糕饼的人一定是当年送我们夫妻糕饼的人，也就是带着你姐姐离开的人呢。什么？
该是我。